卢少来问文人，文人异口同声：“大夫，我们的想想个有理，大夫想是没得理的。曹操既有挟天子诸侯，就不能不受其令。而曹操这次南下，其名皆孙，天子是他不冒皇位，加他得准惩罚。去朝贡如同去当汉天子，所以我们想想，不如买金求银，刀口谁家不命归降，好再投后继，还好再投后继。”卢梭想想，你们呢不为不得理由带了后位的再图后继啊。卢梭点应了啊，问吴将诸位将军，鲁大夫，你们诸位将军一定是奸，我等一定战，奸可以战，怎么没有理？曹操下天子令诸侯是个贼，我们江东有的六军八十一州，且长江之险，国父命令兵进粮足之战，何愁不胜曹操降？担了降子之名，这就是我等的理。卢梭点头，吴将的理由有六成，文人只有四分，这一分不得，他再出后计呢？卢梭叫你是主公，大夫如何？就他们降啊降啊降，落到今天，以你做主，你如何？主公。你问卢梭，卢梭哈哈，叫先问诸公，你以何人为主？故以他们众谋士为主是。卢梭想，可是啊，我大规模回你师父啊，你众谋士为主，众文人是想，你也是想啊。是诸公，他们众文人读诗想你。主公，古大顺祥，大顺祥。主公，你这个祥不妨。请问主公，他在哪一等之中？古则知道祥就祥，难道祥还能分等分？怎么分法？主公，来，你这个智商归祥，有配的军需归祥，有落军归祥，啊，有这个。衣裳归降和衣食归降，这几种想法如何讲解是主公不难的。衣裳归降，主公随风书信给曹操，云他年年进贡，岁岁了曹。曹操得了这个相图相表，办事回头恭喜主公，贺喜主公，这叫衣裳归降。两张纸片叫曹操推不完干戈，曹操恐怕不行。得到你相处相表，他接得来封公事，老是动中难一下为得你的寸土，现在两张纸片叫老夫退兵，不行，花费国家无数国堂钱粮料赔的军需，主公你就必得赔的军需了，把江东六军八十州所有的钱粮等等国库全要交了吧曹操，这叫赔的军需归降啊。表面上赔的军需对主公的面子有关，你就必得有落军，落军主粮六九等等，国力就把江东所有的国库全送了去，这叫个赔的军需落军归降。曹操得了被军需两项，自己损失弥补了，肯办事回去恭喜主公，贺喜主公，遂向桓氏上书，不归取了这点军需，哭啊！恐怕曹操不行啊。他晓得主公把所有的国库都送了码头，要大不得本钱，接得来个公事。我领兵南下，为得东南方寸土，就叫我回去，对老夫的面上有关。你必得要割地，主公，你就非割地归降了。割少了他不得要，割多了主公也不能。六军八十州，你至少该分个三军四十州。让他放滚到人，每年驸马钱粮让他做主了，这一步呢就让主公担主，这就叫个呢割地归降。如其曹操肯走，恭喜主公，贺喜主公，遂向桓氏上书啊。不过说了句地方，主公还等着六军八十州能够成功倒挂一位，有空曹操不行的，得了一步又要这一步，叫全无归降，六军八十州全归他。他要放过文道人，没得主公的话了。他如其得了我们江东六军八十州，肯办事回去，让主公成功倒挂，
恭喜如公，欢喜中，还上龙，也不过地方不得了，他不在这方，你还是能够等在江南的地方。曹操不行，老讲一句话的，要叫主公到他面前叫一声跪下，你这个人要到他面前，到他面前主公，你晓得见了曹操行什么礼呢？刀人下跪，主跪曹操，不想不跪，一想要跪了，见了他的面跪下来之后，他能够还主公南昌和表记将军，恭喜主公，贺喜主公，谁想还上主公？到底南昌和表记将军，恐曹操不行啊，还叫一死跪向主公，主公啊，陈鲁说就不能再演了，今向寡妇孤儿是个金子，他今向寡妇孤儿不能用，何况主公是一抽烟一笑，请请主公正上。鲁说这个人以顾大臣之风，顾大奸臣之风，说出潘成这种头上傻帽朝下一出，说孙权拱殿上一边，主公要降不妨，请主公请将陈鲁肃送回燕回临淮关，迎候主公再降啊，你再降吧。鲁肃靠住朝下一跪，这时候孙权和孙权跪下，照他这说这几等想法不能降，而且他哭成这个样子，傻帽抽下来，孙权很好，傻帽这一拿站起来了，走到鲁肃面前，对鲁肃把傻帽戴好，潘成系好，大夫请下，好好事，找你大夫这说苦，不能想着，不能想着好，苦不想就今好好事啊！啪！孙权来了气了，陆延景反斗他，红虎直直的。要是你这次跑到武昌吊上，带来一撮都得死家人了。不相信金，不进就降，你还是死的、啊。为何大夫还是死死主公？请问主公，陈鲁肃这次到武昌吊上做什么？不好了，老了真的把仇人是完了忘掉了。大夫到武昌吊上放刘备军臣，怎样主公？现在一个人跟我鲁肃过来，所以。刘备三清的军师诸葛亮，诸葛先生到孤江道海，在四牌坊封了公公，成立四方。主公，你可以跟诸葛亮谈谈，孤江道曹操的势力大，他兵有一不万，所以你大夫一副不干净。主公，兵不厌诈空气中是上废诈，新闻上虽名一不万。人都晓得兵有不万，主公，所以我跟主公说，你要耐烦一点。你明天把个诸葛亮请的来，你跟诸葛亮谈谈。诸葛亮出文岗以来，跟曹操对面用兵交锋有三次，曹操的许说他禁止，有一不万不对不万。你问到诸葛亮，你就可以晓得了。另外呢，请主公再跟诸葛亮谈谈。主公不要都会问他，在闲话之中讨论他。他说破曹的妙计一肚腹，能把他破曹的妙计套出来，就免得刘备这一扣。所以呢，英雄所见相同，智者所见相同。刘备跟诸葛亮合起手来套牢鲁肃，可以。鲁肃老实，忠厚。一个刘备是大英雄，创业；一个诸葛亮是滑头。套牢鲁肃怎么老实了？没套牢温存嘛？鲁肃可能老实，孙权又是个文库，你们一个文库一个老实人，想套牢一个就套牢的过来了嘛？不但套牢不过来，到了明天，孙权在堂上给诸葛亮一阵臭骂，就吃点鲁肃的苦。所以鲁肃叫主人套牢他，把他破曹妙计套牢过来，免得刘备这一口。孙权点头答复，主公。请了天神不照顾，来不及。请他先生意思是，明日一早，请你大夫将诸葛亮带到麦下，会晤江东一般谋士，然后再到古堂上。意思是，精准主公吩咐。这就孙权再出了。鲁肃先生一出，叫孙权套牢诸葛亮。孙权再出就是，你要晓得，你家这般文人。
一个作家拿大行抗金，自以为了不得，你能够叫陆少把他带了去见这班谋士吗？孙权孙权的想法，他是纨绔子弟哎，他想想我继父兄弟年纪有轻，纨绔诸葛亮这个人我听说相当大呢，他不要描述是纨绔，随后说话来气哟，我叫这班文人厉害，定好叫他会会的，会会这班文人之后，叫诸葛亮不敢对我藐视，这是他一个纨绔的想法，可是错了，哎，他这都再错了。陆绍点头是精准主公吩咐大夫，请示主公，陆绍要暂时一告辞，陆绍告辞，孙权退堂回合。来人，是吴侯。传话给大众文武，叫他们众文人准备。据说仅由上大夫陆绍到武昌吊上，把刘备三清的军师诸葛亮带到武阳洞，在四牌坊封了公馆驻丁。明了一早，由陆大夫带住诸葛亮到麦下会他们一班文人，然后再到堂上议事，准命划船出去了。文武当年都要算了，文人。眉头一皱，再说鼻子一慢，现在啊，亲爱的，这个陆绍笑话了，逻辑都是吊上去，倒想把诸葛亮也带过来讲，是啊，诸葛亮厉害的啊，跟曹操对面用兵三次了，曹操学说他近视啊，我料定少年人来不怀好意，一定是下水池，岁数们跟曹操对垒，他们等于水流混了状元啊吧，现在。讲到不得刘志西大人先生，没嘛只有刘志西大人先生和他用的少年人外科才是方式，嗯，好在主人说的，如果明天把诸葛亮带到麦下见刘，嗯，我们定好明天拜儿童到麦下等少年来，哎，扎扎实实教训他一阵子，弄这个高给他背一背，叫他不敢藐视我们，哎，不说请啊请啊请请，众文人议论之后，武将。呵呵老哥是岂敢，老哥鲁大夫不错啊，把乌龙先生请过来讲，乌龙先生跟曹操用兵三次，曹操的虚实他近视，见了乌侯的面一定劝乌侯是战，这来入了你我的心愿，走走乌将走。他们这边不输谁，鲁肃离开孙权的衙门，赶奔四牌坊，到四牌坊门时候下马软肋，诸葛亮不得死，看出贤手了。乌龙先生，陆大夫，请坐，高头高头高头。大夫会过贵族，哎，会过贵族人了。贵族人怎样？哎，乌龙先生不怕你见笑啊？贵族如何？记得父兄弟纨绔啊，胆小。他的意思呢，就是还是准备想，我然后就说出如此的如此的想法，嗯，随后呢，我就提出李先生，今天天色不错了，他说来不及，请李先生意思，明日早，请李先生到贝叔吴侯堂上议事。诸葛亮点点头，这是陆绍不好说了谎，你要告诉他呢，他说把明日早把你带到麦下会办文人。诸葛亮心里有底了，他没入，没来着，到贝叔吴侯堂上议事好了。所以诸葛亮第二天到麦下了，叫个误入麦下，鲁肃没入。到了晚间，鲁肃不走了，就在地方陪伴诸葛亮吃晚宴。吃了晚饭之后，鲁肃说：“乌龙先生，我想回大夫河边。大夫这头亮一个人接骂不了。”你就在我这边，我们同榻而眠啊，愿陪先生。鲁肃就跟诸葛亮谈谈，有时呢好像在弄红马旗，一直谈到晚间二更。诸葛亮跟鲁肃休息睡觉，一朝五朝到吃了一早，鲁肃起得很早，起身梳洗之后，准等诸葛亮，诸葛亮也就起身梳洗后，坐在书房。同儿泡茶过来吃茶，然后带着早点过来吃早点，吃过了早点，乌龙先生，你这边处置事务大人送过来，听你啊。诸葛亮点点头，现在时间不早了，请李先生出外吧，上马
到贝祖兰那边躺上意思大夫请卢竹叫人外面被骂诸葛亮跟随着出了四牌坊的公公上骂根本骂下骂下是什么地方骂下墓也就是墓屋这个地方呢就是孙权带人苦候他乡的无其父兄弟这个都是我有的我父亲上救人有的是哥哥的救人我把你听到完要升堂非要叫王武住在宫廷伺候住在宫廷受洗中了身份大族前的身份要做喝的哎这样子弄个麦下起来让他们等着麦下靠着吴侯府不到一条街不条街道的样可以住在这个里面一生听到破相孙权升堂他们走麦下根本吴侯府在买还能够来得及所以呢麦下靠吴侯比较临近了哦哎他就弄这么个麦下起来让他们文人武将聚会就是文人到里头武将不大来有时来你就不远了卢说吴龙先生这到了麦下门时卢说下马诸葛亮下去马匹人照应卢说在前诸葛亮跟随后面麦下卢说就扎当这里进去望望会呀、啊、从来不分规矩的文人这里头谈笑自如做特别的一不公问他像今天一个外人诸葛亮在说里头怒哄哄的叫人家一帮朋友藐视我们江东没得规矩他这时候往当着没分会当着会计进来往又不让你反省今天里头做特别的非常公问麦下里头大厅迎上两张座位正当中端端正这一张是准备给准客诸葛亮坐的旁边围偏左边就像是卢梭坐的两边硬是分开不犯嫌的七八十张柱头一整齐跟倒起的一样拉个线来掉一点围墙都不得文人都坐在里面时间不早了众文人正在议论现在啊现在少年人啊马木刚到这可多来把我们其他人先生坐等他嘿嘿你不需要他现在你倒好久个乌龙哎乌在水也要会水不会水到变成南龙嘘人到了你怎么晓得江浙看见卢梭当时进了王了也的卢大夫晓得看我们周围别的公文不公文啊既然来我们不能把利益人得出赶快启程迎接他加加加进进有心启程迎接了一会儿功夫卢梭进来了卢梭本来就当才进来往到了麦下门时当才就回了头对着卢梭回了给弟弟说一句祝福很高卢梭点头乌龙先生啊诸葛亮跟随后面我交代清楚啊诸葛亮把这个方藏了是个吴侯府后也有冲天照明八字大门两边也有石窟子再进来往门等门等慢好他跟随卢梭后面进来过了视线不分平门照挺过来迎面就是对厅卢梭在前诸葛亮在后文人迎接下来卢梭一望看见众文人迎接下来省去旁边线后面露出诸葛亮众人临神光看见照挺上下了一少年身高八尺龙长脸两道青眉爽俊目正尊头阔口大大两耳头戴一白人头身穿白人头四月袍红袍大衔一个个议论纷纷现在啊现在少年人不凡啊飘飘烟神仙似的昂昂烟玉树临风一个个正在议论着卢梭上来显朝旁边一站